新辟工程动土典礼，请起敲。第一敲，祝工作顺利，圆满成功。现场来宾，请掌声鼓励。感谢负责啊，乡长，咱中央的长官啊，是真欢喜。点播啊吼，这个地理环境真好，但是咱的人口太多了，巷啊路拢足矮。这么好的港，加多一条、两条对外口的通路吼，来讲对点播的发展啊，北条条。所以真感谢中央，咱前秘书、副秘书长吼，会当遮经费啊，甲中央争取落来。啊，县政府实是真善，若无靠中央吼，实是担袂起啦，这担大担袂起啦吼。啊，咱啊直接出一个，啊，但是甲大家报告拢爱负债，拢爱借钱，哦，啊，这是真艰苦的代啊。啊，所以若负债增加吼，啊，大家忙咩哈？你负债增加，那是用伫建设去啦吼。所以赶紧，咱这个二号、七号道路管的完成，啊，咱有一个期待。大平湾啊，一步一步建设。咱每年的灯会袂当来无要紧，咱嘛争取后年看卖。啊，那后年来吼，予咱这个七号道路、二号道路然后完成吼，咱的交通高速公路会当对大平湾入来。啊，就走咱对淡薄仔鱼港，啊，咱遮的种种的海产啊，拢总一个介好的行销。所以我拢甲我的县政府同事讲，讲明年决定伫中西新村，啊，咱个拼后年。啊，后年虽然我已经离开啊啦，但是吼，大多数的筹备工作仍然是还阁伫县政府我的境内。啊，这就拜托咱的副秘书长吼，伫后年来甲咱斗争出来吼。啊，这个会带动咱的规个县的观光产业的发展。这几年，小琉球观光客倍增，我记一个例，咱可能咱陈乡长一定足欣羡的，琉球敢若一个美人岛哦，迄、那个门票收入吼、哦，3000万，净收入3000万，所以这个观光产业吼、哦，因为交通的方便，含咱遮的这个船只出入的加分。成相成的效果，所以咱大家做伙拍拼，安尼好无？啊，甲大家拜托，咱副秘书长伫后年的时阵，甲咱推把劲啊，争取下来，好，好，刚出来就下。谢谢。谢谢来参与我们的动土典礼。麻烦各位来同心，我大家支持支持，好，来，咱的动土典礼已经顺利圆满完成了。再次感谢各位，谢谢。